找到这个是可以的。我一直觉得文大的叙事啊，我讲得非常清楚，21年的过程都是合理的。然而到现场去看，也发公文给我们说都是合法可以使用。文化大学也跟教育部签了一个合约，研究人没有问题。那现在学期到了，什么样的理由都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赶快做决定，不要拖。那让学生的潜力能够得到最重要的保障。所以台北市政府，你要做任何的改变，做任何的处理，都尽取的要回应，那让学生的潜力起码在暑假之前能够妥善的做。我觉得我的选办，包括我本人，甚至我的律师，给逐一的所有的回应都还回应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必要想了解小细节，我会请选办再给各位做一个说明。媒体有时候在报道过程当中，它是截取一段，并没有截取完全。由于公司刚开始整个都是娘家的绑定，娘家组织的这个部分，在之前已经讲得很清楚。文化大学吧，或是我教育部为什么被来被去，也不在那台。那我们希望选举。还是要回归最重要市民想了解的，你到底能为市民做什么事，能为给他们带来未来是什么样的希望的城市，这才是侯友宜要做的事情。